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大家好，嗱，呢个月嘅19号至25号咧，又系书展嘅日子。咁啊，郁文咧就有两本新书，一本咧就系《为人辩冤百磅第一天理》，以谈搞事6-3；另外一本咧就系《台湾海峡两岸时评文集》，从冷和到冷对抗。咁啊，今年咧普罗政治学院咧就有个独立嘅书展嘅摊位，嗰个摊位咧就系1BA14。希望大家在7月19号至到25号呢一段日子抽时间嚟书展，咁啊郁文咧都会喺呢一段时间里边咧书展度恭候大家，咁我哋可以喺新书度签名啊，同埋大家拍照留念都得嘅。咁啊记得7月19至到25号书展1BA14嘅摊位。贯彻声嘶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鬱敏踩場打見面啦，咁啊又係七月尾嘅時間啦，咁我哋循例又要講翻要講嘅嘢。唔係循例又要強調，因為你發覺咧，就每次即係我哋喺20号之後，咁啊呼籲大家即係記得要交月費咧，咁啲人咧都係懶懶閒嘅，係咪啊？咁所以就要必須我哋喺度重複再講，提醒各位。咁啊，今日咧已經係7月24号啦，咁啊距離七月係啦，因為我哋個節目跟住落嚟就到呢個星期4噶啦嘛，係咪？咁所以就大家唔好嫌我哋啊啰嗦，因為呢啲所謂月費支持計劃咧，就唔同嗰啲硬骨要你每個月即係俾咗錢先有得睇有得聽啊嗰啲咁嘅即係月費計劃，咁都係需要大家即係覺得我哋節目值得支持嘅，同埋又都要俾我哋其他嗰啲節目嘅主持人咧多一啲鼓勵，咁所以就我哋先要喺我哋節目裏面咧就不斷提醒大家咁解嘅啫，係嘛？咁其實交開月費嗰啲咧，佢都係會交嘅。咁今次咧就當然通過用 PayPal 交嗰啲係佔嘅人數最多嘅。咁嗰啲即係已經係慣性用 PayPal 交嘅咧，佢就會用翻 PayPal 交啦。咁有啲咧，因為就可能又利用我哋喺書展期間啊可以收月費，咁啲人就去書展嗰度交月費都有嘅，係嘛？咁無論點都好啦，而家我哋有幾種方式，咁 PayPal 嗰啲咧就請你繼續用 PayPal， 咁你銀行入數就繼續用銀行入數，咁我啲未試過交月費嗰啲咧，咁你又可以用 PayPal 嚟交月費，係嘛？咁啊唔識用 PayPal 嗰啲咧，咁你就可以去銀行入數，咁誒留意我哋嘅網頁就得噶啦。咁入數紙，咁你就要send 嚟俾我哋睇 WhatsApp 又好乜都好，咁啊後邊就寫明你係嗰啲月費係俾邊幾個節目嘅，咁就搞掂噶啦，好簡單嘅啫，係嘛？咁有啲寄開支票嚟嘅，咁佢又繼續寄支票嚟。咁我哋而家銀行嗰度咧就除咗東亞之外咧，我哋仲有呢個匯豐銀行嘅，咁即係你喺櫃員機周圍都可以入數嘅，係嘛？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就繼續支持呢個 My Radio。咁我哋下個月咧就有個10周年嘅即係會慶啊。咁而家咧就差唔多賣咗成70位飛嘅。咁犀利。係啊，好犀利啊！咁就但係我希望咧真係可以，因為而家仲有1個月鬆啲，咁希望大家繼續踴躍啊，即係去購票，令到真係爆滿啊，開足100位係嘛？開唔到100位都號稱100位，90幾位，號稱90零都算嘅。但係90零都好難嘅，大佬。好難嘅。今值何值啊，大佬？係咪咩？又咩啊？啊，即係嚇咁多人啊！啊，點樣都好啦嚇。咪又咪又輸錢，又呢樣嗰樣係嘛？咁所以嗱，你嗰、那個即係我哋即係始終即係搞咗咁耐咧，都發現了一個情況，就是我哋啲基本盤咧就很穩固，好固定，好固定，非常之穩固嘅，所以大家唔使擔心，係嘛？有啲人會擔心，哇，又嚇俾人哋搞啦，咁係嘛？咁佢哋以為佢哋好巴閉啦，係咪？咁咪等佢巴閉咯。咁但係我冇影響佢，原來係嘛？咁所以咧，即係我可以話俾我哋啲支持者聽，大家唔需要擔心，反而我哋多咗好多新嘅聽眾啊！我呢幾日喺書展咧，經常都撞到嘅。
即係佢係啱啱先開始聽我哋節目嘅都有嘅，係咪？有啲甚至乎係上咗年紀，而家都識得啊，知道聽我哋節目，但係佢又唔知道咁交月費。今日仲好笑，有一個啊劈低啲錢就話：，我唔識交月費嘅，我唔識上網嘅。我話你唔識上網，識聽我哋節目咁。咁佢嗰個簡單啲嘅，交月費就比較麻煩啲。咁佢掟低啲錢咁就話：，你扯啦，交咩節目咩節目都有，係咪？咁其實而家係多咗好多人聽嘅，係咪？當然海外朋友咧。即係佢哋要上網聽我哋節目好方便，佢上網交月費都好方便，一定係用 PayPal。咁希望喺美國啊、加拿大啊、澳洲啊，即係歐洲啊或者英國，我哋有啲朋友咧都會，因為我哋有個數據喺度咁啊，係咪？即係啲 PayPal 啲月費係邊度嚟嘅？啊呢、這個喂，非洲都有啊，原來都話遍佈五大洲啊，非洲都有。咁當然個數量唔係好多啦，即係可能一個一定唔係非洲人聽。一個兩個三幾個咁咁啦，咁、都有，連非洲都有，OK 係嘛？咁所以希望大家繼續啊，因為我哋嘅節目咧就會越嚟越多嘅，係咪？咁越嚟越多咧，就對於聽眾嚟講，佢選擇多咗，咁佢交月費佢又可以即係啊，又有一個選擇，又話可以支持多一兩個節目都得嘅。咁而家我哋會喺呢個台慶之後咧，陸續有啲新節目出現嘅。咁而家我哋會多一兩個節目啊，或者三個節目咧，係以前嗰種唔同以前嗰種類型嘅啊。是不講政治不講時事，是一些譬如我們會有一個 lifestyle 的那些節目，是吧？那個節目名字都改了，叫香港風情風土人情，即是文化什麼都有的，是吧？那最近我就跟鄉議局那些人談過，我們就想做那些圍村，是吧？那其實香港有些圍村呢，即是它圍村的習俗或者圍村那個人，即是現在那些圍村的人，即是究竟跟以前那些有咩唔同咧？咁啊，諸如此類啲等等咧，都係好本土嘅、好有趣一啲題目嚟噶。你用一個網台係可以做呢啲嘢嘅，所以我最近都喺度度緊。另外我又度緊一個節目咧，就係我要話俾大家聽，而家揾緊個主持人啫。嗱，而家如果你邊個有興趣認為自己有呢個能力做主持人咧，可以無需自薦。嗱，我嗰個就類似當年咧，即係我幫港台做一個節目叫做《激辯》，OK。兩個人嗰陣時就好重分量嘅，佢做嗰個節目就係邊幾個人咧？劉慧卿、我、葉劉淑儀、劉慧卿、劉江華、我四個人，就每次即係兩個人係對，即係嚇對談啫，唔係對談啊！嗰個都係叫激辯嘅啫，大家即係要揾個立場唔同嘅咁樣嚟做嘅。咁我做法就係我唔會揾呢啲咁嘅人嚟去激辯扮嘢，我係揾啲大學生就直情係當辯論比賽咁樣。但是就不是好像即係好正式的辯論比賽，就這個正方即係第一位、第二位咁樣主辯同埋副辯咁啊，然後即係有幾個人嘅咁樣，唔係用嗰個辯論比賽嗰個方式嗰個遊戲規則嚟做，而係一個主持人。嗰個主持人咧係好公道嘅啫，佢只係愛嚟做就係、是、做主持人，係咪？咁但係主持人得嚟，佢要引發你個討論，咁每次就定一條題目，咁你就抽籤邊個做正方，邊個做反方。咁每次上嚟節目嘅人都可能係唔同嘅學校嘅同學都得嘅，或者同一間學校唔同嘅同學，你有興趣你報咗名，咁我哋就會先上嚟呢度試下音先 ，OK？ 咁然後大家就揾條題目嚟辯，你冇得選擇嘅，你又抽到你係正嘅咧，正方咁你就係嘛？一地兩檢實際可行，咁呢個係正方嘅以為，反方咧就係一地兩檢啊不。實際不可行，咁就反對呢、這個反對個辯題就得噶啦。咁你就反方。咁然後咧，你喂大佬，你明明你係反對一地兩檢，結果你抽咗個正方。係。咁其實就考你嗰個辯才，你明唔明啊？就唔代表係你嗰個立場，或者唔代表我哋嗰個立場，明唔明個意思啊？即係因為有一次有個朋友就 send 咗個 PM 俾我，咁佢講類似嘅嘢。佢呢個可以諗下，我諗下又有得做喎。咁而且我哋每次唔同人，我講咗出嚟，你有本事你哋啲人去做啦，係咪？咁我標時我就自己客串做主持，做一段時間都得嘅喎，或者揾台長咁樣。咁其實我個作用係咩？就係要訓練一下啲年青朋友嗰個辯論嘅能力。咁但係咧，就一定要試個音先。你滿口懶音嗰啲唔使上嚟，OK？
你回去練好佢先啦。係咪講嘢叽叽叽嗰啲咁？你點樣嚟激辯啫？點樣咧？係咪？屌啫！點激辯咧？喂，咁做到呢個節目嘅人咧，其實都好過而家立法會入邊嗰啲議員嘅質素。唔係，其實好多好醒噶啲細路，你唔好搞錯，啲中學生都好醒噶。不過你冇個咁嘅空間，冇個咁嘅平台俾佢做啫嘛。係咪？即係我度咗好耐㗎啦呢個嗱，我而家喺度講咁啊，大家嗱，其他啲有台你有興趣，我自己去搞啊，係咪？即係我真係㗎，我哋冇所謂嘅。其實如果大家去搞咁，又可以培養一下啲年青人，訓練啲網台主持就唔係喺度叫佢揸住個麥出嚟鳩噏 ，OK 係咪？唔係咁樣嘅，你真係係有啲有得學嘅 ，OK 啊。咁所以即係我舉例啦。咁而家呢啲全部都係我喺度度緊嘅嘢嚟嘅啊。咁啊，另外嗰個女神見習班咧，而家就籌備緊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咁度緊噶啦啊！咁就亦都拍咗個預告噶啦，咁遲啲就會出街。喺我哋就會喺呢個拜一拜嗰晚咧，就將呢啲咁嘅即係嚇嗰啲預告片就會播出嚟嘅。嗯啊，咁啊，最近呢幾日就安排咗啲靚女就走去著旗袍，即係。旗袍好多人就認為係啲中女著噶嘛，係咪？唔係㗎，我揾啲後生女著啲好靚靚嘅旗袍。而家揾人做旗袍都難啊！咁所以最近咧，其實都係忙於做呢啲，因為我覺得即係，既然我哋有呢個條件，係咪？我哋就唔再做一啲節目咧，就係好似我哋兩支公坐喺度就對住個鏡頭喺度吹水呢啲，係咪？咁當然呢啲都會有，呢啲係我哋即係個網台主打嘅節目嚟嘅，係咪？咁但係咧，你而家有啲形式係要改變嘅，一定要出下外景，一定要即係出去拍咗之後，經過後期嘅製作，就唔係下下做直播。OK， 直播咧就唔係個個人可以做得到嘅，係咪？因為所謂直播，你而家又係有直播，唔係有直播，屌你乜又冇準備，冇成乜開口就要噏，係咪？咁你點會做得好咧？個節目請問，係咪？你看現在的電視台有什麼直播節目，如果說talk show沒有，即是龍門陣沒了之後已成絕響，是吧？你現在那些封煙節目沒錯是直播，但是那個是有封煙和有些嘉賓在吹水的嘛，你明白嗎？是吧？我們以前就做了十幾年了，做這些節目，是吧？現在好像這些節目，因為就以我們個人的品牌，我們對那個政治啊、時事的評論，那我們的基本的擁躉是要聽，是吧？跟著另外也有些新人就想聽，是吧？我最近都收到很多 PM， 就是那些大學生，是吧？原來最近才聽我們節目的，那跟著就send一些信息來告訴我們聽，是吧？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啟蒙諸如此類等等，咁其實呢個我哋一早都知㗎啦，係咪？做節目嘅目的都係咁啫，係咪？咁今日亦都係位女士走埋嚟同我講，佢話呢啲節目我都有聽嘅，不過真係我有一個建議，希望你唔好介意，我覺得唔好講錯好嘛。又係呢樣嘢，我即刻回應咗佢。咁我話咧，咁你可唔可以唔講啊？我話你可以聽呢個潔淨版。唔係聽中文踢爆，或者歷史在笑，咁歷史在笑，我冇理由講講係用咁空洞包會粗噶嘛，大佬係咪？咁冇可能噶嘛，係咪？咁啊聽我啲節目，但係呢個節目咧，我又唔可以應承你唔講，因為間唔中我要爆舌嘅，點解要爆舌先多人聽嘅？好多事，即係當然我哋唔會話特登為咗啲收視率、收聽率特登走去爆舌噶嘛，係咪？係真正值得爆舌嘅時候，我就爆舌啦，係咪？咁事實一爆舌就多人聽嘅。我亦都最近亦都即係食飯都撞到人，佢有聽啊，佢其實中意聽你鬧人。其實鬧邊個冇所謂，唔係我哋開，因為我哋其實你鬧邊個冇所謂，我哋中意聽鬧。我哋嗰種係開名啊嘛，係咪啊？好痛快。我哋係開名噶嘛，大佬，唔係我咁多年來都係開名噶嘛。大家而家諗翻下，你就明白點解我咁多仇人啦，係咪？屌你，我哋開名噶嘛，有啲契弟佢係喺度含沙射影啊，係咪？屌你打飛機俾你自己睇咩？或者你圍攞得幾個人睇？譬如老人家叫我老人家尊重我，屌佢讀名，屌佢讀普通話叫老人渣，係咪？咁又去抽下你水，屌你真係，咁呢啲係鬼鼠啊嘛！你明唔明啊？我哋唔係嘅，我哋係開名。然後好嚴厲咁批判你，啲公眾人物，我哋咁樣噶嘛，啱唔啱啊？係咪先？我哋唔會喺度兜圈轉彎抹角噶嘛。你湯家驊，屌你真係，我又係喐你，我就係喐你噶啦，係咪先？我唔會客氣噶，係嘛？
所以我哋趁家仇人多就係咁解㗎啦，係咪？所以點解我哋嗰陣時講話我哋即係四面受敵八面威風？呢、這個就係自我安慰啫嘛，啱唔啱啊？係咪？咁你點解會四面受敵咧？係咪？就係、是、你得罪人多，咁點解你要得罪人多咧？我唔係因為同佢有私怨而去鬧佢啊嘛，從來都唔係會因為私怨嘅，係咪？即係等於有啲人話啊，而家即係啊呢、這個十九才子嗰日，你見到啊，大家笑哈哈咁啊，相逢一笑泯恩仇。喂，其實我同佢冇私怨嘅，邊有私怨啫？係咪？但係喺啲問題上，喂，大家個見解唔同，係咪？咁然後有時即係喂。你焗住開佢波噶啦，係咪？等於佢開我波一樣啫嘛。但係佢試過寫過一篇文，即係用即係完全係冇事實根據對我哋嗰個抹黑誹謗嗰、那個就即係我冇辦法接受噶嘛。其他嗰啲屌咪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咯。咁但係佢而家比我仲本土喎，咁咁我冇理由去反對佢，即係嗰、那個即係比我仲本土啊個意識。咁我冇理由反對噶嘛，嗰啲係嘛？咁所以其實大家又唔好覺得咩一回事，係嘛？但係你話誒、哎、有啲人誒、大家政見唔同，咁話好似陳雲咁，咁啊要屈我哋支持永續基本法，咁我政綱真係冇嘅，唔好屈我係咪？你黃洋達要支持陳雲嗰個永續基本法喺你個文宣度有，我係冇嘅。咁但係我唔會反對你嘛。我不會反對你，就因為大家是一個陣營去參選，我冇理由當時我就行出嚟講，屌我反對永續基本法，咁唔使選咧，我就要幫你兜啊！我係支持呢個永續自治，我要幫你講埋嘢，因為永續基本法就要我哋自己修改嘅基本法咪可以永續咯，我哋仲要咁樣兜。你而家仲要屈我？屌你即白紙黑字有曬喺度，你喺我政綱度喺邊度見到我有個永續基本法？請問？咁但係你同一個陣營去參選嘅時候，嗰、那個全民制憲，你陳雲又唔講，係咪？重新立委你又唔講，咁我都算選完之後先至講，咁選完都輸埋，我都費事講，就係咁樣啫嘛。其實係，但係你呢啲人係唔光明啊嘛，係咪？咁但係我冇所謂，係咪？選完就散檔啦，係咪？咁你而家諗下，咪一壓冷汗啦，俾你真係選到幾個入去，有唔肯辭職，咁你咪？丟曬架，係嘛？即係所以有時即係世間事咧，即係佢係冥冥中有個定數嘅，係嘛？我哋呢啲有宗教信仰嘅人咧，我哋又唔會覺得好奇怪咯，即係只會有時覺得傷痛或者好猛憎，但係亦都唔需要覺得奇怪。人世間就係咁，好多嘢佢係冥冥中有定數嘅，係嘛？今時今日會搞到咁，又係冥冥中有定數。有啲人就又係你啦，屌又分裂啫，屌你咩？我成日講所謂分裂，你將我斬開兩橛就叫分裂啦，係咪？政治就係咁噶啦。譬如我而家睇翻啲民國史，你唔知人哋嗰啲鬥爭仲激烈啦，啱唔啱啊？係咪？好似我嗰日集講陳炳明喐呢個孫中山，係咪？大佬，咁你話陳炳明係咪一定百分之一百錯？又唔係喎，佢主張聯省自治，反對統一啫。佢係咪犯骨仔？係嘛？咁佢喺即係有啲方面嚟講，佢係反骨仔嘅喎。屌，即係會佢孫中山對佢咁寬厚，即係重用佢係嘛？咁屌佢到頭來又咁樣，呢個係反骨仔喎。但係佢有佢自己個立場喎，係嘛？喂，佢一樣支持共產黨嘅喎，你知唔知啊？屌你真係係嘛？佢蚊層獨秀嚟搞教育啊，咁樣雙層即係合拍嘅喎，係咪？咁你睇翻啲歷史就知道，你唔可以喺嗰個時空間，即係話喺事後我哋嚟做一個咁嘅判斷如何如何。咁你要睇翻當時嗰個時空間發生呢啲事，嗰個原因係乜嘢？係咪？譬如佢主張聯省自治反對統一，佢認為你北伐統一中國冇意義嘅。OK。中國點樣聯省自治就得㗎啦，係嘛？咁因為佢自己喺廣東做山大王，係咪？即係所以你咪睇翻當時嗰個環境，係咪？冇乜喺我哋後人嚟睇，冇乜叫對錯嘅，係咪？你當然亦都有啲人去批評孫中山咁，都冇問題㗎，係咪？咁但係喺當時佢做呢個決定，梗係有佢嘅原因，係咪？咁所以歷史就係咁樣，我哋再睇翻我哋而家今天咧香港政壇發生嘅嘢，喂水平極低啦，就算你權力鬥爭都，個理由好簡單，人哋嗰陣時嗰啲人一讀飽書噶，係咪？所有呢啲人啊，你當時嘅嗰啲所謂共產黨人啊，
你包括陳公博啊、張太雷呢啲，嗰啲北大學生嚟嘅嗰陣時係啱唔啱啊？全部都哐哐聲嘅，係咪啊？點同而家嗰啲嗰啲係垃圾，基本上係。你睇黃碧雲嗰啲唔係垃圾，係咪？你而家望下民主黨啲站唔係垃圾。佢仲要大大聲嘅大佬，喂！我呢個五分鐘變一分鐘係為咗救呢一個教育撥款35億，如果唔係就過唔到啦，過唔到會死人咩？咁啊，喂，咪遲幾個月啫，大佬。即係我好簡單，你如果冇話呢個增加36億呢、這個，咁係冇就係冇啦，係咪？你林鄭月娥愛嚟自己俾自己打分數嘅，然後就我要增資36億咁，咁過唔到又點啊？原本就係冇噶啦，係咪啊？咁你要佢增加呢個教育嘅投資，下一年唔得噶。而家面對著就係佢 DQ 你啲人啊嘛，你要反撲啊嘛。你而家大大聲就全教變咗救啊！啲話啲教師當佢係英雄啊，要啱唔啱啊？你呢個做法原則上好有問題啊嘛。呢、這個由五分鐘變成一分鐘呢、這、一個，喂就係即係啲建制派反拉布嘅一種方式嚟噶嘛。你做了建制派反拉布嘛，那你反拉布原因就是要给这36亿过嘛，就民生问题就义不容辞，笑骂由人，扑你个街，你都不能反对派。喂，即是等于你去游行示威，要这么多警察去维持秩序，那商铺生意可能受影响，这个就是社会要付出的代价。旺角占领时期。是吗？旺角占领时期或者这个金钟。呢、這個就是社會要付出的代價。咁點解社會要付出呢啲代價呢？就係呢個社會呢個制度不公義啊嘛！你要推倒呢個不公義嘅制度，用呢一種咁嘅方式群眾嘅運動，咁你咪要付出社會嘅代價。問題係呢個代價值唔值咁解啫嘛？咁嗰啲死人嗰啲點計啊？嗰啲唔係付出代價，坐監嗰啲唔係付出代價。一個社會要進步，但是面對個極權統治或者威權統治，他就一定要犧牲小部分的人自由甚至生命去爭取這個社會的進步。古往今來都是這樣，是吧？不要跟我說，是吧？阻礙交通啊，是吧？百業蕭條啊，撲你個街，你跟我政府說吧。即是等於同樣的邏輯，你黃碧雲說我這五分鐘變一分鐘，我就是救這36億，要35億要去過，這是民生問題，是吧？我屌你，那你不要做反對派了，你跟建制派有什麼分別？你告訴我，所有政府議案都要過的，他都是說民生問題的，是吧？高鐵撥款都是民生，增加撥款都是民生問題，是吧？要港珠澳大橋難道給他爛尾？是吧？港鐵難道給他爛尾？那這是民生問題，是吧？咁你去反對？屌你真係，喂，牽涉好多建築工人就業添嘛，係咪？白痴嚟嘅，喂，冇人去駁佢嘅。你民主黨嗰班少壯派好撲街死啦，大佬，係咪？任由佢，你呢啲咁嘅人去搞到你個黨，屌你咩？人唔似人，鬼唔似鬼，係咪？民生問題。即係我頭先講得好清楚，希望你聽得明白。呢35億本嚟就係冇嘅，只不過係林鄭月娥做特首，為咗為自己加分，係嘛？然後要投資35億喺教育嗰度，咁你唔可以喺施政報告嗰度投資80億唔得啊？嚇！喺你第一份施政報告嗰度，丟臉啫，係嘛？你 DQ， 喂你幾個人俾人 DQ？我再講一次，你呢班全部都係窩囊廢嚟嘅，呢班民主派，你就係為咗你自己個位。喂 ，DQ 而家就要籌款，籌款唔係反 DQ， 係要上訴，係咪啊？係要保住你個位，跟住你要上訴，又叫政府唔好喺上訴期間答辯，跟住你又叫立法會嘅行政管理委員會就唔好追你嗰啲薪水，因為你由2016年嘅10月。宣誓嗰日開始已經唔係立法會議員，你就會回水。咁你話唔好要我回水。啊，如果要補選就分開補選，等我哋單議席單票制可以贏翻啲位。屌你，呢啲邊係政治鬥爭嚟啊，大佬！如果佢可以咁樣做，佢就唔會 DQ 你啦。仲陸續有嚟添，而家係見個社會冇乜反應，
喂，你政府可以入禀法院司法覆核 DQ 咗六個議員，佢話我唔會繼續做呢啲嘢，咁唔使佢做啦，民間有人做。你政府可以入禀法院司法覆核，唔通民間唔可以入禀法院司法覆核你陳志全、鄭松泰、朱海迪係嘛？喂，你呢班人喺宣誓期間都有玩嘢喎、啊。咁唔公道喎、啊、！DQ 咗呢六個，然後放生呢啲，咁於是有人去入禀法院。咁如果法官按照即係之前嗰啲案例嚟判，喂，你呢班都係要瓜得噶咯，幾乎係。咁換言之，你同唔同呢個總辭都冇乜分別，分別大佬。一係被總辭，一係就被總辭嘅啫。喂，即刻行出嚟，冇撚選啦，係咪啊？屌你咩搞革命啦！敢唔敢啊？唔敢！屌你啦！咁唔敢就要承認自己係暗春係建制派，就唔好再出去呃錢眾籌，要香港人支持你。我真係唔明陳日君點解唔明冇人出嚟去聲援呢啲被 DQ 嘅議員，冇辦法變成一個群眾運動。呢個係你泛民主派呢啲反對派自己一手造成嘅。即係等於我呢一本新書講兩岸關係呢本，我嗰篇嘴寫得好清楚，係嘛？呢一本，喂，個港獨係咩？點樣嚟嘅？係咪？挑咧係你極權主義一手造成噶嘛，大佬，係咪？國民黨點解要自礙於中國？民進黨點解會搞台獨？挑你喂，喂，佢有得選擇咩？係咪？香港主權移交20年，正確講法，香港淪衰陷共20周年，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出現變化，完全是中國極權主義者一手造成。過去我們還有中共不代表中國的想法，否定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期待中國有政治清明的一天。民主回歸派則說愛國不等於愛黨，卻仍然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正朔。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亦已經由一個威權統治蜕變成為一個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哪一個政黨執政都要由在地2300萬人民決定。另外一方面，中共又不斷在國際社會打壓中華民國的生存空間，後者的邦交國也越來越少，根本就無法代表中國。這樣的話，他不搞台獨搞什麼？是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來的，他都沒辦法代表中國，他都很想代表中國，你不讓他代表中國，那是不是焗著要想辦法搞一個叫台灣共和國，或者就叫中華民國，然後我是獨立的國家，是不是？香港不是一樣，我是中國人，現在說我是香港人，為什麼會這樣呢？你不去反省，接著就要打壓，是不是？即是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是不是？所有這些所謂無論台灣也好，香港也好，台灣香港的所謂中國人有身份認同的危機，都是由中國共產黨這個極權主義一手造成。休息一會。